比谢楠还漂亮，曾是吴京最想娶的人，如今38岁成为商界女强人。她是谁？她就是叶璇。据悉谢楠和吴京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，谢楠还曾放出豪言，战狼赔了我养你，可见夫妻情深。不过在谢楠之前，吴京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，那就是和叶璇的恋情。吴京自出道以来绯闻并不多，第一任女友就是叶璇。据媒体报道，叶璇与吴京在2008年5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一金会慈善房车明星赛中认识的，随后叶璇与吴京频繁来往。在2008年12月，叶璇与吴京正式拍拖，吴京对叶璇非常在意，对她生活照料得很细致。有次叶璇要出发拍戏，吴京穿着睡衣就来送她上保姆车了，但双方对这段感情一直都避而不谈，最终也不了了之。2011年创办叶璇工作室，以制片人的身份签约强势传媒，并担任强势传媒的董事。现在38岁的叶璇也成为了女强人，如今叶璇也是很少出现在大荧幕。